各位大小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永安国小吴景辉老师，我今天带我们的团来为各位小朋友演出，但是不是我要主持，我要请美丽的姐姐为你们主持，我们掌声鼓励好不好？
是谁咬我的尾巴？不好意思啊，大蛇先生，我不知道是你的尾巴呀。臭小子，你不想活啊？我是最毒的响尾蛇，你没看过？快滚，再不走我就吃掉你啊！
我烤了20个苹果派，馒头你没吃完可不能走。遵命，小兰。想不到睡午觉森林也有那么多的苹果树啊！哎，我好像忘记了什么啊！啊，对了，睡午觉森林还有好多好多的小猪，那我要赶快去找我的好朋友韩吉一起来吃。
提琴好听吗？